睁开眼，竟是起起落落的消息，拖住了盼望已久的轨迹，好像分离的总是遥遥无期，而你却留在了冬季。想你现在就想要抱着你，是珍惜还是不胜旧意，而你的城市距我遥遥千里，眼泪没有理由和勇气，心依旧美丽，前路坎坷或许多不如意，亲爱的你可千万别放弃，愿你愿意，愿你拥抱真正的自己，愿你不惧流言蜚语，不屈心。也许平凡，请记住追梦的自己。亲爱的，我在下一站等你。亲爱的，也许我会忘记。有吧，就是我有一些特别喜欢的老师，很遗憾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，他们没能回到学校，没能跟他们拍成合影，这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，我觉得。我想见的就是我的几个好朋友，因为就是因为疫情嘛，然后他们就没能过来，所以就觉得有一点点遗憾。我觉得更多想见的是过去的一段记忆。最舍不得应该是除了这些同学、老师，还有就是平常碰到的一些帮助我们的人，不管是就是学校里面的清洁工阿姨，还是学校里面的食堂阿姨，他们都为我们付出了很多。我们宿舍是在大一时候其实是老北区124宿舍，但是到现在我们今天只回来了五位同学，有一位同学他没有回来，他是因为人家是湖北的，所以很遗憾没有能回来和我们相聚。我们特别想念他，他叫胡汉桥，就我们一个宿舍的嘛。然后宿舍上半年有三个舍友过生日，但是这次都没有聚齐，就本来想订那个生日蛋糕在宿舍里面吃这样，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来，所以就算了。陆一新、老梁、杨玉，爱你们，爱你们，以后再见。乔哥，少吃小龙虾，减肥。我们还会再见的，但是可能在北化就同学或者这样的形式就不太容易了。再见。北三环东路再见。